意思是说，怕他，不用怕他。好了，休息休息休息吧。好了，没人了，没人了。不用怕旁边路过的。好，继续吧。你要休息吗？还是走了？好，亲一亲就好了。继续走吧。其实还蛮不错的。
记号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
安全的，然后单边会杀就无法了。要不要休息一次？问教练是不是要回这里？啊，然后在这一间里面休息。啊，左边休息站或者餐厅呢？左边休息站就可以了。要不要？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膝盖怎么会有正中间？左边膝盖两个都是。嗯。而且变冷了。不到，你看我头上也没有吧？都变色。你最左边最安全，而且可以先坐。你可以先坐下，最左边速度最慢。坚持就没事，你不要坚持任何事，就是说你自由自在。OK， 才说晚的时候才多做一些些。